Let's Dobby.这是一款非常小的自拍无人机，甚至能用充电宝给它充电。小意味着什么？仅重199克，0.4毫米的厚度，还是把核心板缩小90%。小意味着这是一款你能装进口袋的自拍无人机。Dobby 就是这么小，根本就不用遥控器，5分钟就可以让你成为无人机玩家。用手机操作，点击 APP 就可以让它飞起来。如果手掌起飞就是 Dobby， 而且你可以这样，可以这样起飞，还可以拍拍它，还可以哇哦。它很小，但是它不怕风，室内室外飞起来都不是问题。啊，它还能室内悬停，即使你在运动，画面依然稳定。画面如此生动清晰，支持实时连拍、延时的拍摄模式，而且还能美颜拍照，当然在视频拍摄上也有卓越的表现。这一切通过你的手机就能轻松掌握。拍了那么多，你是不是迫不及待地想给你的朋友们秀一下？照片与手机相册实时同步，一键分享至社交平台。对了，它很小，还能装载礼物，给你的生活带来惊喜。一般无人机该有的它都有，一般无人机没有的它也有。它会耍帅，飞着飞着翻个跟斗，它能按照你的手势指引飞行，它能识别你的脸庞，还能自动跟随移动中的物体，即使你不小心晃动它，它也能自动调整稳定拍摄。更有趣的是，这里还有自动轨迹视频拍摄，这可是大片级的拍摄手法，前所未有的炫酷体验都集中在巴掌大的 Dobby 身上，这就是传说中的黑科技力量。对，这就是 Dobby， 一款令你产生无限想象的口袋自拍无人机。让 Dobby 做你闪耀的生活伴侣吧。